外国小学生都会的单词啊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很简单的啊，也就是很常用的一些字啊，你可能念的就是不标准啊。我们在第四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台湾人很多念 catalog 啊，念的不标准 catalog。第一个就是它是卷舌卷的比较多啊 cat， 然后这个 o 呢就是卷舌 log 啊，它不是 log 啊。如果你要不卷舌，你肯定的 catalog 啊。那很多我刚讲过念 catalog 啊，这样念 catalog。那你如果后面这个 o 呢念到不卷舌也不对，你就算前面念的。catalog 也不对 catalog 啊，那这个也常用嘛 catch 啊，一般可能 catch 啊，它是 catch， 也是很卷舌啊 catch 啊，这个曲呢啊就也子音嘛，念轻轻的啊，你不要念太重 catchy 啊，也不要念到听不出来 catch。哎，听不出来也不好 catch 啊。我们说原因啊啊 ，cause 它卷舌的啊 ，cause 啊，很多人不会卷舌 ，cause 啊，或者 cause 或者 cause 啊，就念的乱七八糟啊 ，cause 啊，后面是子嘛啊，所以这对这个 e 等于不发音嘛啊，就把。字是有这个一呀、啊，啊，但是发音的时候就把它划掉嘛，就它不发音。cause 啊，它卷舌的 cause。那我们说细胞啊，或者牢房啊，比较小的牢房、单人房这种 cell 啊，它跟那个卖东西 sell 是同音，所以英文的时候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啊，或者更多，它发同一个音。比如说一个字可能有两个音啊，或者意思有同义字啊，有近义字，有反义字啊，它是卷舌卷一半啊 ，sell 啊，所以这个卷一半比较麻烦。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不卷舌，不卷舌就 sell 就不对啊，也不要念那么卷啊，念一半就要多练习 sell 啊 ，sell 感觉上音短一点啊。我们说中间啊，这些都常用字嘛。啊，意思什么呢？就是常用字你都念不准了，那其他那就不用讲了嘛。有些字用的少一点，念的不准一点，还过得去啊，因为很少用。这种常用字啊，又简单又常用，你都念不准，那怎么办啊？它也是卷舌卷的 ，center 啊，我们先整个念一遍啊，我们再讲下意思啊。这意思比较简单啊，不是简单的，就是说。它的字，它可能有很多意思啊，但是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发音嘛，所以就把主要的意思啊，在别的单元里面啊，就讲很详细啊，到底多少意思啊 ？Center， 那我们说一世纪是 century 啊，我刚念的不准啊，没有的音啊 ，century 啊，它是卷舌卷一半 century， 但是这个呢啊，因为它不是主重音啊，所以这个念。比较不准没关系啊，因为它不是五，它是带耳的音 word 啊 ，century 啊，所以我带一点耳的音啊 ，century 啊，不是 century 啊 ，century 啊，这个也不好讲啊 ，century，certain 啊，这个确定啊，这个没什么问题嘛，说 certain 啊，可是这个音啊大家都会念 certain 啊，一般念 certain 啊。可是念的准确不容易啊，为什么？它是发音在最下面，意思就是说发音的位置啊，舌头啊还有下颚要往下伸一下，往下撑开，甚至好像连啊下面的牙齿啊下面的牙一样都看到，当然你也不要念那么夸张，就发音在下面 certain 啊，一般念到中间的 certain 啊，只能那样叫 certain， 它是发音在下 certain 啊，所以感觉上声音也低一点啊，也是发音在下面 certain 啊。我们说椅子嘛，椅子也是发音一般 chair 啊，一般不发音 chair 啊，或者搞不好看到 A 就 chair 啊 chair 啊，
或者看看，因为 C 有时候发曲的音嘛，有时候发 K 的音啊，当这是英文程度不好，那英文程度比较好的啊，他知道，可是他可能要不准是 cheer 就不准了 cheer。那冠军呢是 champion 啊，那一般不准是 champion 或者搞不好看到 a champion。啊，就念得乱七八糟啊 ，champion。那机会呢是 chance 啊，也是大学士 chance 啊，就不要念成 chance 啊，英文就念成 chance 啊，所以念 chance 不能错，不能说错啊，更是不是美国音，我们这边讲美国音啊，因为跟美国人讲话机会多啊，多过英国人，他 chance 啊。然后我们说频道啊，这个第四台 channel 也是大学生 channel 啊，这个像吉他啊，它也是 L 啊，前面有讲过啊，就带 O 的音啊，但是 O 它音标每次就表示滑过去啊，它是半母音啊 channel 就不要念 channel 那就太重 channel 啊，不要念成不卷声 channel 啊，就不对啊啊，它跟那个、法国香水名牌啊。精品啊 ，Chanel 啊，字有点像，那是 Chanel 的 channel。我们说书的一章啊，一章一章啊，第几章？第一章 chapter 啊，也是大卷舌 chapter 啊，不要念成 chapter 或者 chapter 啊。我们说这个个性啊或者文字啊，它主要是指中国文字啊 ，character。Character 啊，这 K 念轻一点啊，也还是要出来一点啊。Character 啊，念很轻。Character 啊，它是英文是音节字嘛 ？Cat 第一个音节 ，Rack 啊，第二个音节，它带一个 K 是第二音节 ，T 第三音节。Character， 我们说聊天呢 啊，小小的聊一下，不是长篇大论啊，就随机的聊个三五分钟啊，或者这时间不长 ，Chat。Chat 啊，所以这么简单词，一般念 cheat 或 chat 啊，就不准 chat 啊，感觉上好像音比较短促一点啊 ，check 啊，这也是检查嘛，卷一半，你看 chat 大卷舌 ，check 啊，卷一半啊，就在练习 check 啊，念到不卷舌不对 ，check 就不对啊，或者 check 啊，就夸张，像日本人。八个鸭路啊，是的，日本人以前呢、啊，现在日本很多人念的也准啊，老师就念的很重啊 ，cheerful 啊，很高兴的啊，他这个不是 e， 他是带耳的 e 啊，所以念到 e 的话 ，cheerful 啊，都念 cheerful 啊，念到 e 啊，所以就为什么觉得好像没办法念美国人的那种发音啊，就是因为你发音搞错了嘛，不是你念不到。ABC 也是华人嘛，他就念得很准了、啊，因为他知道正确嘛，你不知道嘛，所以你不知道正确发音，你可以说你不知道，你学嘛，那你不要说啊，我是华人了、啊，我中国人、啊，我台湾人了、啊，我就不可能了、啊，那是外国人，那这话就穿越了 ，cheerful 啊，带你 cheerful。那化学呢是 chemical， 它卷舌卷一半 chemical 啊，念到不卷舌是 chemical 啊，就不对啊，或者念到很大卷 chemical 又夸张 chemical。那我们说西洋棋嘛啊，跟中国围棋、跳棋不一样，西洋棋啊有城堡啊、主教那些啊，有马也是有啊。chess 啊，卷舌卷一半 chess 啊，一般看到一啊，看到这 cheese 啊 cheese 啊，念到这个，因为很多人。念英文他也不卷舌，他就不习惯卷，所以像台湾人啊，因为台湾有闽南人嘛啊，有外省人嘛，所以、台湾的闽南人呢 啊学英文就很累，咬字很累，因为闽南语叫台语啊，或者是我们叫河洛话，他比较不卷舌啊，所以闽南人呢、啊，他学英文学金片子、啊、都很累，那外省人呢、啊、比较卷舌，学英文比较快。那台湾人学日文比较快，一方面被日本殖民嘛，或者被日本统治啊，而且日文很多也不卷舌就快啊，外省人学日文就累啊，有这种情况啊。
我们说的胸部啊或者盒子 chest 啊，也是卷一半 chest。那鸡呢，或鸡的 chicken 啊，它也是带鹅的音，这个音就带鹅的音，它不是 chicken 啊，一般念成 chicken 那它带鹅的音 chicken 啊，所以亚洲人常指那样 chicken 啊，觉得外国人怎么可以念到这么准 啊，很特别 chicken 啊，你看 chicken 啊，就差很多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嘛，也带耳的 ，chill， 那一般华人只念成啊，就不是 A B C 啊，或者英文咬字不准，就 chill 啊，就念不到 chill 啊，念不到。像教会啊，跟刚才前面讲的一样，也是发音在最后面 ，church 啊，一般只念到 church 啊，搞不好有人还把 ch。当成 K 的 Chico 啊 Church 啊，它 Church 啊，然后这个城市啊 City 啊，所以一般的 City 啊，台湾有台北是有名的 City 餐厅啊，但 City 是 Tasty 啊，那不是 City， 中文像 City 啊，一般念到啊念到 E 的 City。Taipei is a very big city. Taipei is a very big city. 啊，叫你啊 ，a city， 带个零。Taiwan is a very big city. 啊，叫 city。我们说碰撞啊，叫 clash。啊，也是大学生 clash。啊，那有人念成 clash 啊，叫 clash。那我们说这个半。class 班级嘛啊，这边没写啊，漏了写啊，班级啊，或者是阶级啊，本来是阶级的意思，后来变班级的意思嘛，因为班级要分嘛，小一、小二、小三，就从这样分过来。class 啊，英文常念 class 啊 ，class 也不能说错啊，英国、美国人发音有时候差很多啊，而且拼字的啊，单字的拼写也不一样啊，常常。美语是 OUR 啊，英文叫 OUR 啊，这样子 class 大学生。那它还有一个名词叫 classical 啊，标准的啊 classical 或者很古典的啊 classical 啊。那当然还有一个 classic 啊 ，classic 就很经典的啊，这边没写啊。还有 clear 啊 ，clear 就很透明的啊。像美剧常讲说，哦，这警察、军人讲，哦，已经清空了啊，没有敌人了 ，clear， 也是带耳的音啊，一般它是 clear 啊，它是 clear 啊，感觉声音短一点啊，很聪明的形容词啊 ，clever 啊，也是卷一半 ，clever 啊，一般肯定是 clever。clever， 我们说咔嗒啊，咔嗒一声的 click 啊，我们说钟啊，钟在滴滴答答声音啊，还有我们滑鼠啊，按一下啊，按一下那个动作 click 啊，就按一下，很清脆的一声的 click 啊，也是带耳的音啊，一般念成 click 啊 ，click 啊，又搞不清楚到底 c 有没有音 ，click 搞不清，反正念。Click 啊，那这衣服就很讨厌啊，它有四个音啊，啊，意思我们待会再讲。像这个啊 ，C L O T H 是 cloth 啊，它卷舌音 cloth， 可是动词呢就变成 clothes 啊，又不卷舌了啊。你看字差不多嘛，都跟衣服有关 ，clothes 衣服呢 clothes。那衣着类呢 ？clothing， 那三个字啊，当然有三个不卷舌，一个卷舌，我们再念一次 ：cloth，clothes，clothing。我们说俱乐部 club 啊，它是也是带耳的音啊，它很多念成 club， 看 u 嘛 ，club 或者念到卷舌 ，club 啊 ，club 或 club 啊，
它是 club club 啊，这个 b 轻轻出来一点叫 club 啊，然后这个10啊叫啊，我们现在咖啡啊，咖啡是 coffee 啊，它是卷舌的 o 啊 coffee 啊，一般念成 coff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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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样子它是念 coffee coffee 啊，卷舌音10呢 color 这卷舌的 color 啊，一般念的 color color 啊，可口可乐 color 或者念其他的啊 color 啊，它是 color 啊，卷舌音 color。我们这个收集是 collect 啊，重点是这个 a 卷舌卷 collect 啊，一般念搞不好念第一个念 collect collect 或者 collect collect 啊，就念的各种怪腔怪调 collect。我们再讲个意思啊，我们说 catalog catalog 就名词啊，目录啊，动词是编目录或者登记都可以。catch catch 啊，就动词，它有三个词性啊，动词就是接触或抓住，或者名词抓住，或者也可以当形容词啊，吸引人的啊。它有时候加 ing 可以变名词啊 ，catching 啊。cause 啊，名词一般讲原因啊。当然我说过啊，这个当然它的意思不止这些啊，这我在另外一个单元里面就都写清楚啊，每一个很多啊，这边就是啊特别找出来一些经常用的字啊，这些字啊一定要知道意思，因为它是第一个简单，第一个它就等于是英文最常用的字，你连最常的用的字意思都不知道啊，或者发音不准，那就夫复何求了，那英文程度就不用讲了，那就很烂了啊。cause 啊，除了名词啊可以当原因以外，动词也可以导致啊。cell 啊，它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啊，细胞嘛啊，也可以当电池嘛啊，也可以当这个，但它这个 cell 电池啊，通常是大一点啊。我们一般小电池3号、4号、5号常用 battery 啊，当然就是两个。有点互通啊，但现在一般用的多一点就是像手机电池用 cell 啊，叫 cell phone 嘛，大一点电池啊，也可以当球房，比较是指小型的，一个人为主啊，两个人也可以啊，就不是什么八人房、十几人房那种小的球房。center 啊 ，center 就中心嘛啊，也可以当动词集中嘛，甚至可以当形容词啊，中心的啊。century 啊，就100年嘛，或一个世纪嘛啊。certain 啊，就形容词确定的啊，也可以当代名词某些啊。啊 ，chair 就椅子嘛啊，哎，但是它也可以当动词啊，当主席啊 ，chair 可以当主席啊，一个主持嘛，或者入座嘛。champion 啊 ，champion 你看这个字很讨厌，一般就是冠军嘛啊，就学会了嘛，很简单嘛。champion 啊，就名词嘛，冠军啊，冠军当时优胜者嘛，讲冠军也可以优胜者也可以当动词啊啊，支持。也可以当形容词啊，冠军的；也可以当副词啊，非常好的。哎，冠军一定很好嘛，啊，所以它有四个词性就，所以这个字啊，意思不多啊，可是它词性很复杂啊。一般只知道名词，不知道可以当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。chance 啊，就是机会嘛啊，像我们打球，我喜欢打撞球，就是啊，有个机会嘛，就是这球可以进嘛啊，有机会可以进嘛，也可以当运气啊啊，动词可以当冒险啊。形容词是偶然的啊，这有几个词性不同的意思。channel 啊，我们一般讲频道嘛啊，数位电视啊，有线电视第几频道嘛，它原来是水道，水道的意思啊。动词就开辟水道啊 ，chapter 啊，就书籍的章啊，第几章啊，或者分成章啊，当动词。character 啊，就品质啊。性格啊，角色啊，另外指文字也可以常用啊，但是文字主要是指中国文字啊，不是指英文、法文那些啊。它也可以当动词，一般不知道，可以说具有特性啊。chat 啊，就闲聊啊，或者动词名词、动词都可以啊啊，就聊天嘛。check 啊，名词是检查或者一个打勾，那个勾的形状啊，就我们就说，哎，这个题老师说这题对了，打个勾，或者你去啊填什么表格，上面说哦，你如果符合，打个勾啊，就是勾啊勾。动词要是检查或者打勾也可以啊。cheerful 就是高兴的嘛 ，cheerful。
chemical 一般叫化学的嘛，可它也可以当名词啊，因为 CAL 一般是形容词啊，可有时候 CAL 可以当名词，而且化学制品或者化学药品啊都可以啊。chest 啊，西洋棋 chest 啊 ，chest 一般讲胸部嘛啊。另外可以指盒或箱子啊，但是通常是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的啊，像五斗柜啊那种箱子啊 ，chicken。而这个一般鸡肉都可以啊，所以有时候那个动物啊，它什么肉啊，同一个字啊，有时候是不同的字啊。啊，像 chicken 就是鸡或鸡肉嘛啊，可是牛就不一样啊，牛你不管是啊 ox cattle 啊 ham 啊这个或者 bull 啊，可是牛肉是 beef 嘛啊，那 chicken 也可以当啊。形容词啊，一般肌肉的没问题，可是它也可以当胆小的啊，所以英文胆小的字很多啊 ，chicken 啊 ，timid， yellow， coward 啊，就很多字啊 ，chill 就是指寒冷啊，也可以当形容词，很冷的啊，可以当动词变冷啊。然后 church 啊，名词是教堂啊，也可以当形容词，教会的也可以当动词啊，做礼拜，所以一般就不知道 church 也可以当形容词，当动词啊，尤其动词啊 ，city 一般就是名词嘛啊，城市啊 ，city 啊，但它也可以当形容词啊，城市的啊 ，crash 就是碰撞啊，动词就碰撞，名词也可以当碰撞，也可以当碰撞声音啊。后来引申为冲突嘛，碰撞就冲突嘛。Class 啊，就是班级啊，这班级那些啊，还是把加上去好了啊。班级是常用的嘛，或者阶级啊。动词是分类啊，但它又讨厌。Class 本身就可以当动词，但它另外一个动词 classify 啊，一般常用 classify 来用啊。当你把 class 当动词也正确嘛，因为它就有这个词性这个意思嘛。那 classical 就是标准的或古典 classical 啊 ，clear 啊，这种透明的啊，它一般是做形容词用啊，也可以当副词啊，清晰一点啊，你说透明的也可以嘛啊，动词变干净或清除掉 ，clever 啊，就只能当形容词，很聪明的啊 ，clever，clack 啊，就咔嗒一声了，或者发出咔嗒声，名词、动词都可以啊，所以这个叫讨厌啊，你看我们先念一遍 clothing 啊，这 cloth 啊，卷舌的啊，就是布料啊，衣服的布料。那这个呢是加一个 e 呢，就动词穿衣服 clothes 啊。那这个最常用嘛 ，clothes 啊，就衣服嘛啊，这个是衣服的总称嘛啊。这个前面 clothes 可能是这个衣服那个衣服啊，那这 clothing 就整个穿着嘛啊，上衣啊，这个裤子、裙子啊。啊，这个衬衫啊内衣就全部加起来叫 clothing 啊 ，club 啊，一般是俱乐部嘛，也可以当扑克牌的梅花嘛。啊，动词就是用棍棒去打，你看意思变很多啊。因为它形容词就是俱乐部嘛，就可以当会员的啊。coffee 它除了咖啡啊，也可以当咖啡色，所以英文里面啊讲颜色字很多啊，有些是专门颜色啊，有些是从那个。物品的名称啊，物品的形状，比如说 coffee 就是咖啡色嘛，啊 lemon 是柠檬嘛，又是柠檬色嘛，啊，就这种字很多啊，像常见的 gold 黄金嘛，那个金色的嘛 ，silver 啊银子嘛，啊也可以当银色，这种很多嘛，color 啊这卷舌的 color 衣领啊，动词是做成衣领或抓住衣领啊。collect 啊，就收集嘛。可是 collect 一般是收集，没错，可以当形容词、副词啊。就是现在应该很少了吧？以前就是说话的啊，长途电话、啊，别人去哪里打，跟人家说啊收钱啊，以前呢 啊，可是说我没钱，我打掉要对方付费啊，那个总机或过来就问对方说，有人打给你某某人了 啊，你要不要付费？有人说我不要啊，就不能打；有人说可以啊，就打。说话的付费，我们最后再念一次啊，这些一定要念出来，因为它是简单啊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，就是说它经常用啊，经常用一定要发音准了。Catalog, catch, cause, sell, center, century,
certain, chair, champion, chance, channel, chapter, character, chat, check, cheerful, chemical, chess, chest, chicken, chill, church, city, clash, class, classical, clear, clever, click, clause, clothes, clothes, clothing, club, coffee, collar, correct 啊，这集讲这个。